Vatanımız pek güzel, kız kıyafet olan.南方六八两栋，下降到6300保持，联系进近1200栋点05。再见，南方六八两栋，幺两栋点05，证实。证实。先生，先生们，等一下飞机即将抵达目的地乌鲁木齐，我们将停止客舱服务。现在乘务员进行下降前的安全确认。乌鲁木齐进近，南方六八两栋。 高度6300，听你指挥。南方六八两栋，你好，乌鲁木齐进近，北大识别。进近，南方六八两栋，申请优先降落。南方六八两栋，你的情况已收到，下降到5400，F-deck19进场，通过阿尔法有效。下降到5400 ，F-deck19进场，通过阿尔法，南方六八两栋。你引导其他航空器避让，你第一个。南方六八两栋。 乌鲁木齐运车，这里是南航JOC，南方六八两栋已经下降了。落地之后，小孩需要快速转移去医院。
我来协调。南方六八两栋，预计十几分钟后到达，机组上有重伤员，需要调整停机位。机务，监管单位。收到。由原本的145号停机位调整至113号停机位，这样可以节省4分钟。要提前到位待命，机坪管制，优化最短滑行路线。急救中心启动应急预案，通知乘客120，准备运送伤员。停机位已经调整至近1号道口的103号停机位，这是距离实际最近的通道。低窝库塔台，现在25号地面风16洞，5米秒阵风12，前面落地的波音737报告左侧风较大，进场时请注意。收到，南方682洞，时间紧急，满足落地标准的话，还是尽量落。明白。没事啊。阵风12，跑道25可以落地，落地后沿2/3脱离。跑道25可以落地，沿2/3脱离，南方682洞。我们深感抱歉，刚才特别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同我们一起与时间赛跑，开展了一场这样的生命的速度，谢谢你们。在这里祝所有的旅客朋友们余下的旅程平安顺利，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有点，这孩子跟我儿子一样大。在飞机上突发了气胸，是我给他做的简单的处理，一会儿可能要给他吸点氧，路上注意监护他的心肺功能。走，小心点。我能看看你们的样子吗？我不会忘记你们的，谢谢。祝你们手术成功。1:36，从起飞到降落87分钟，怎么抢17分钟出来啊？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最后一哆嗦，加油！